做一个视频一下啊。这个向东呢，向东你英文怎么样？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刚才我们的试的 make a left， the signal make a left 或者 make a right 都搞不定，那怎么办？所以呢，我是觉得这很重要哈。很多同学们的英文的程度该怎么办？怎么说？如果尤其考官在问你的时候，跟你说要怎么转的话，这是最基础最基础。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出来开车啊？是。所以第一次出来开车，我觉得这很重要哈。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哈，就是要记得最基本的哈。At the signal 就是在这个灯，就是那个就是 crosswalk， 就是它那个灯呢，就是 at the signal make a left， 就是 left 的话就是左拐啊，在红绿灯那里的左拐。如果是at the signal make a right， 就是红绿灯要右拐，对不对？所以这些一定要听得清楚啊。所以这些都是会很多的很多的左拐右拐啊这些的。所以 left 你就知道是 make a left， 就是要左拐， make a right 就是右拐，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最基础了，好吗？还有 stop sign， 就是这个stop sign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那个标志停车的标志嘛，对不对？停车标志要记得 stop sign， 就是在停车的时候，停车这个 sign 的时候要左拐或者右拐。同样的 stop sign make a left， stop sign make a right， 对不对？所以 left right 啊，就会的，他这样子说的话就知道该怎么转了哈。好，还有呢，接下来还有什么要stay on the left或者 stay on the right， 有没有 stay on the left 就是靠到左边， stay on the right 再靠到右边啊。stay on the left 就时常会就是你要换线嘛，对不对？他叫你换到左线或者叫你换到右线啊。所以那你当然是基础的叫该怎么样去转弯换线啊，这些是最基础最基础，而且这个东西一定要知道怎么样的说，好吗？加油。好，我们现在要上路了哈。好，来，接下来准备了哈。记得我们在做 emergency 的时候 stop 的时候，等一下，你先放按那个 emergency， 啊，有没有放到 D？ 有没有啊？不是，有没有放到 N neutral？ 有没有 N no no 不是 D 档 ，N 档嘛，对不对？什么叫做 stop and start？ 他可能考公会讲说有三种讲法哈，记得。Stop and start, emergency stop, 跟 stop 跟那个 pull over 啊，这种三个讲法记得啊。Stop and start, stop and start, emergency stop, emergency stop, pull over, pull over。这个三个都是意思是什么？他叫你紧急的转到右边去，懂我意思？要靠到右边，比如说你是在左边这边在开嘛，对不对？他叫你讲说马上要 pull over， 要就是要做你的就是紧急的停车，要测试你的紧急停车，懂我意思？所以你紧急停车的时候，你第一呢你就要放方向灯，对不对？放了方向灯了以后，那你要看好，确定好旁边没有车，那你就把它带过来旁边来，到这个线看到没有？你在后面的轮胎要压到那个白线的，有没有看到白线这里有没有？要压到这个上面啊，一定要压在这上面，轮胎要压在这上面，可是不能够碰到旁边，有没有？不能碰到旁边这里啊，不能碰到边，碰到边你就挂掉了啊。所以一定要就是车头跟车身是直的，有没有？后面这边稍微宽了一点，有没有？现在你这个位置，你轮胎没有压在上面，稍微宽了，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再靠右一点。再往里面。为什么？为什么需要靠右？为什么？给外面留个足够的位置吧。对，而且你卡车比较宽，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靠右边，这样的话省得到时候会被那个擦到啊磨到这样子，对不 对？所以我们要尽量靠右边啊。这样子停完了以后呢，一停完第一样东西要做的哈，记得要按的 emergency 啊，先按这个，然后下一个是什么？放到 N
放到空档 ，N 档，对不对 ？N 档了以后，你再接下来拉，啊，再来拉两个，啊，拉完了以后呢，你脚可以放开，啊，这样子就结束了，啊，放开了以后，你就在等考官给他那他会给你指令下一个，啊，他说 OK，Let's go， 就是来，好，可以了，我们走了，啊，我们走的情况下，同样的反的方向做，来，先把它按下去，对了，按下去，啊。对不对？按下去玩，还有下一个是什么？放到第一，对不对？啊，放到第一，然后你按掉，对，然后马上放左灯，放左灯，打开了，打了嘛哈，打左灯呢，你就要看那边，看左边，确定好没有车，对不对？确，然后同时别忘了，右边也要看，为什么？为什么右边也要看？对了，会有车子会往那边，小车会往那边绕出来，一绕出来的问题是什么？一绕出来他一撞到你，一绕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了，对不 对？因为他在你后面，结果你一绕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撞到他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的错，别忘了哈，所以要很要记得，一定要就是看好清楚左边右边，就要两边都要看好，好，现在就可以拉走了，好，走了。好嘞，好，现在拉出来啊，这是下个阶段，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拉直，别忘了我们车子应该要停哪一边，停在的是这条线右边线嘛，对不对？第一点，第二呢，你要看前面的车，看你的交通嘛，对不对？看你的情况，车子的情况，那个前面哈，然后呢，你要就是出来了以后呢，你一定要是把那个把灯要关掉哈，就左边左转的灯要关掉，因为这台车子不会自动关，所以你要自动一定要把它关掉哈，没有关掉的话呢是扣分的啊，这些都是扣分的情况。好，来，可以了，走。你是要，因为你是卡车司机，看到没有？我这边我没有任何的，我没有方向盘啊，跟加油门都是在你这边，有没有？所以呢，你一定要自己要去感觉，就是如果觉得这边太窄了，你自己要去换线啊。这个不需要经过考官跟你说要换线，懂我意思？所以自己要换线 ，OK？ 换了线，你过来这边了以后，哈，你这边再继续走了。好，好嘞，继续走。What's the speed limit here？ What's the speed limit here？ 就是速度是多少？在这条路上？45嘛，这是 45，right？ 对不对？那你要讲是 45， 那你要开多少 ？40嘛，对不对？你要开 40。那你现在开多少啊？稍微太低，突然你太低了嘛，一定要开个到40嘛，对不对？这样子开得太慢也不行哈，开得太慢呢也是会扣分数的，甚至于它会 fail 你掉，如果你开太多太慢的话不行的啊，你这差不多35到40的之间就 OK 啊，那是 OK 的啊，也不要开，你这台卡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speeding， 速度太快啊，所以要记得哈，就是速度不要加那么快，注意了哈，就是要一直要看着你的那个速度表，然后每8秒要看左边右边哈，左边两边都要看。Next street you're gonna make a left， 下一条街左拐。Next street make a left， 下一条街左拐，看好啊，前面 next street 在这里。Next street， 这个是下一条街，左拐这里，对，啊 ，again， 你自己要看好路况啊。他跟你讲的这个要做什么，考官跟你说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做啊。好，来，你要拉前，哪里可以开始左拐？拉前，往前，拉前，注意了，好了
你看到没有？有没有 S 要在旁边？再过去，再过去一点。好，来转，对了，非常好。看到没有 ？S stop 嘛，对不对 ？S 在旁边，看到没有？你叫你转过来没问题，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对不对？你会不会压到那个白线？没有嘛，对不对？对不对？刚刚好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那样的转，好吗？你这样转的话，你就不怕你那个车厢过不来，懂我意思？别忘了红绿灯，不是那个灯要关掉，左灯要关掉。对了，这边呢我们会要大转弯哈 ，make a U turn 啊 ，in the front we're gonna make a U turn 啊，大转的话，你看你要拉到底哈，因为这台车比较大，所以呢。你不大转的话，就到时候就转不过来了，所以我们往前面再继续走，往前再继续走，来，再走，再走，再走，往前，往前，再来，往前。对了，准备了，准备好，转，转，大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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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底，转到底，转到底，不然你过不去。对了，好，来。好，你看刚刚好，哈哈哈哈，哎呀，好，来，好，任何的地方转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转的任何的转的地方呢，你要记得一定要看车厢，好，一定要注意看后面，要能够过了哈，所以一定要记得哈，来，走，好的 ，at the stop sign make a right。Stop sign make a right. OK, make a right. 就是在 stop sign,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这边 stop sign 呢，就是那个停车的标志呢，要右拐，对不对 ？Make a right 就右拐。注意了，注意了，看到没有车子？注意车啊，注意车。好，停住啊 ，again， 慢点，停住，慢点，看着我。你看到没有？底下那个白线一定要看得到，啊，要看得到你才能够停住。你停住的地方要看得到，然后再拉往前，因为你会看不到这边，因为有树挡住，懂我意思？有任何挡住的地方，你就身体要往前啊去看，懂我意思？看好，然后你拉出来啊，没有车的情况就可以拉出来，然后确定好没有车再动，停住，停住。你现在因为有车嘛，对不对？你要等一下，好吗？不要急啊。好的，好，可以拉出来了。确定好没有车，左边、右边都要看。你右边没看，而且你转弯的地方别忘了，一定要看到后面哈。好，走，加油门。好，转弯一定要看好，确定好你的轮胎没有在那个会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好吗？OK， 好，来加油。非常好。以前有没有开过卡车啊？开过26次。啊，在国内开。对啊，国内开26次的，那是一体的，是不是？一体的，对，单车。啊，你这种的话就是有好有坏，会开呢那是不错，就至少有感觉。啊，可是呢，国内的那些坏习惯就跑过来了。是的。所以这个美国那边的习惯跟国内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种坏的习惯一定要改掉啊。这边美国跟国内的有什么差别？开车有什么差别？这边的速度的话是要快，然后国内的速度是讲究你要遇到事情要，比如说要变道干嘛，你要慢。对啊，变道怎么要快啊？这美国的话是要加速。对，要注意哈。对，我们要留在右线嘛，啊，因为我们速度比较慢。如果 again 这边看了你觉得太窄了，那你就换到左线，自己要看。
换了左线，你一定要赶快看左边啊，不可以直接换线，那样子把这个是很大的国内的问题哈、啊，一定要看清楚，没有车了再换过来啊，记得了哈、啊，因为不是你这路不止你在开嘛，对不对？啊，注意了，注意了，看到没有？他在换，对不对？那你要换到右线来啊 ，make a right turn。Very good, OK， 来 ，make a left。At the next 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 就是交叉口，下个交叉口 make a right。Next intersection make a right， OK， 来，记得了，在转弯的时候要慢到八迈啊，记得八迈。就是八迈在停转弯哈、啊，注意了啊！转弯呢，那你要车厢看到没有？这里，看了看到这里，你要这边这样的弯过来，懂我意思？这样的带过来哈、啊，走来，注意看后面哈、啊，后面你的后轮记得了，要带过来，要带过来，注意了哈、啊，看着不要压到，不要压到哈、啊、，very good very good， 好，非常好，就这样子。就这样的啊，速度稍微慢，可是没有关系啊，安全为第一啊。好 ，at the stop sign make a left， stop sign make a left， 慢下来，慢下来。好的，好，记得了，这边这边哈，看到没有？我们是在斜坡，斜坡最好是两只脚，一只脚踩住你的啊、对，一个 service， 对，来。不可以倒退，一倒退马上挂，先加油门，来加油门，加油门到走。对了，非常好。哎呀，你是 professional 啊 ，professional 就是这个专业，啊，哎呀，非常好，就像那样子哈，完全没有感觉，马上就让两只脚啊 ，OK， very good， 好，太好了。因为你如果往这车子往后的话，马上 fail 掉了，啊，不可以的，不能往后啊。好，来，这个next signal make a right， 对，在红绿灯 make a right， 好、啊，就是右拐啊。Next signal make a right， again， 你要放 signal 啊。对了，非常好，差不多这边就可以。然后让后面的车知道你要右拐，然后控制你的速度哈，这边就不需要停了，你就直接走了啊，因为前面是绿灯嘛，对不对？好，注意看，注意看哈，怎么转，加油门，加油门，不要弯，不要弯左哈，一定就直直拉前，然后就弯，转转转转转，非常漂亮，好 ，very good， 好，走，加油门，非常好，就是这样子走，哎呀，你这个真是。转得非常好，嗯 ，very good， 好，来加油了哈，again， 每八秒左看右看哈，记得，然后也要注意看这些在路旁的标志哈。What does the sign say？ 他会跟你讲说那个标志讲什么 ？50 miles。miles 对。50 miles 啊。对，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就是 speed limit， 他会写 speed limit， 就速度啊。speed limit。speed limit。speed。speed limit。speed limit。50 miles per hour， yeah。啊。要讲一下哈 ，speed limit 50 miles per hour， per hour， 就是五十迈最多，不能超过五十迈。五十迈的话，你应该开多少？45嘛，对不对？那你45的话，因为我们在下坡，而且速度蛮快的，因为是在下坡嘛，我们能够慢一点哈。然后 at the signal make a right， 左红绿灯右拐哈 ，at the signal。Make a right， 右拐啊 ！At the signal, make a right。来，注意了啊，
看到没有？你要看 one block away， 就是一条街以上啊，就是已经在控制，就是它的那个红绿灯是什么啊？所以要一条街以前就要看了，或者看啊、前面的车子的灯啊，这些都能够给你一个就是，哎呦，不要那样子停哈、啊，不要那样子那么快的停啊，一定要很稳的、很轻微的哈、啊、停下来。所以你要停下来了以后，你要注意看了哈、啊，有的时候呢，它的灯有的时候底下呢，红啊、绿灯是能够右拐的。要记得在 DMV 那边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上面是红的，可是右边底下是右拐的灯，对，进那个有标志的，那有标志就右拐的灯的话，你就马上不可以停，就要马上右拐了啊！记得了，好，非常好，来转，非常好，哎呀，漂亮，好来，哎呀，漂亮，非常好，马上回到右线，有没有？非常好。好，就是这样子转啊，非常好。好，在这右线就在这个情况这样走就可以了啊。既然今天是在录视频呢，这普通我们不这样做了，就是上 freeway， 呵呵，高速公路啊，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嘛啊。高速公路其实是最简单的，可是考试一定会要上的啊。上去一个就下来了，所以其实没什么啊。来，我们不是在这边上哈、啊，下一个。所以考试的时候 ，examiner 就考官会跟你说什么呢 ？Next we're gonna enter the freeway 啊，所以下一个我们会 enter the freeway 或者。Here we're going to enter the freeway 啊，就是要我们要进去这个高速公路了啊。好，注意了啊。对了，后面一定要过嘛啊。刚才你差一点。好，来，同样的要在右线啊，留在右线。记得这边有两条线，有没有？嗯。这边有两条线，所以两条线的话，你要注意看到左边啊，然后要加油门，不可以慢下来了啊。除非它是有啊、红灯，对不对？它没有红灯，所以你要直接走，而且你要连接两条街合并一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放左灯，不是右灯啊，要放左灯，你要再连接起来嘛，是不是？你没有放灯的话，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你放左灯，注意了，一定要进去啊 ，merge 进去，就是连贯进去，同时看到没有白色的线。如果你压到白色线就挂掉了，慢下来哈，前面是停下来的情况。考试的时候你可能啊，如果是在 freeway， 你稍微窗户稍微移起来一点，这样的话你能够听到考官跟你讲的方向，懂我意思？要该做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知道怎么去把那个窗户弄起来吗？对了。稍微啊，自己要之前要上以前就要准备好了哈、啊，不是到来了再调整啊，没有关系啊。今天的车子也是稍微多一点，加州就是车多，没办法。好的。慢着哈、啊，很多东西要注意哈、啊，就是啊 ，again 每八秒左看右看啊，非常好。停的时候要控制你的刹车啊，不要有任何的点，啊，尽量不要嘛啊。We're gonna exit at Sunset Crossing， 啊，就是我们下一个就是 Sunset Crossing， 这里要出口，啊，这个字，啊 ，Sunset Crossing， Sunset Crossing， 可是我或者他会那边的路，会讲那个路名，然后就是要出口的地方啊，exit 就是出口，啊，记得这些生字，啊 ，exit， E X I T，
exit 啊 ，exit 就是出口，或者we're gonna get off 就是我们要下去，对不对 ？get off 就下去，对不对？好，这些有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说法，代表同样的事啊。那你最好就是我讲的话，你要 repeat 就是重复啊，重复就代表你懂，你了解对方跟你讲的，所以同时呢就不会有差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因为考官每天在讲左拐右拐啊，或者出拐这些，所以呢他时常也会有就是混乱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讲是要叫你左拐，可是其实他要叫你右拐，懂我意思？所以你就最好就是要回答，那重复他所说的啊，左拐右拐，这样的话你就 OK next exit I'm gonna exit get out 啊，就是类似这样子，懂我意思？所以就代表你懂他的讲的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沟通问题啊，一定要重复，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正确 OK 好。这边今天真的是车子比较多，可能前面有车祸啊或者任何的情况发生吧。Alright， 加州阳光，前几天下了一大堆雨，现在又没了也了啊。好，来，对，两只手别忘了哈，一定要在方向盘上面啊。Alright， 注意看了哈，车子不能压到那个白线啊，底下白线不可以压到啊，来。除非当然是有情况是没办法一定要压，那你就是需要压。好，注意了，好 ，we're gonna exit here， 就是我们会在这边出口，啊 ，we're going to exit here， at this exit， come on， let's go， let's go。When we exit at the stop sign， we're gonna make a left。所以我们出口的时候，下一个出口的地方在那个 stop sign 就是停滞的标志呢，你要左拐啊，你要左拐，可是你要看好这些 sign 有没有，要看的 sign 有没有，看的 sign 你要左拐，你应该在哪一条线，你要左拐你要在哪一条线，所以在中间那条线不行，所以你要在右线，看到没有，你车子太晚了，所以一定要之前要注意哈，要注意看，一定要在右线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左拐，我们一定要在右线，有没有？啊，不然的话你转不过去，而且你会打到对方的车。好，来 ，stop sign 呢，一定要别忘了要整个要停下来哈。一二三，好，出去啊！可是你别忘了，你那边有车，你要看好别人是哪里。好，来这边左拐过来，好，拉到右边，拉到右边，要一定要在右边。At the signal, make a left。啊，红绿灯左拐，来，要提早放啊，先放。那好，来弯进来，非常好。嗯，好的。今天以后呢，你就在开小车的时候要一样的这些。规则规矩一定要跟着做哈，要记得哈，让你边边非常好，没有碰到边哈，这样子就刚刚好。Alright， 所以你要看好这个底下的 sign 啊或者标志啊，你在左拐或者右拐的地方你要在哪一条线，看到没有，你这边的右拐的地方有没有两条右拐，最好就是在右线哈。在右，如果要右拐的时候，就要在右线这边，因为我们是28尺，所以右拐可以的啊。好 ，very good， 好，大转过来在右边，对，好 ，at the signal make a left， 啊 ，signal make a left，make a left，hello， 对了，注意，好，非常好。
他那台车让你了，不然的话你要注意了，他如果没有让你就麻烦了，我就停下来，对，就慢下来，不是停下来啊。OK， 好，这边我们再回去再上 freeway 哈，再看看，来，这边记得要大弯哈，稍微大弯一点，好，来，不能碰到边，非常好，好，来，拉直过去啊，这边再大弯过来嘛，对不对？你要靠左边，对不对 ？Very good， 好，非常好，漂亮。好，这边要加油门上去了哈。Again， 连接 freeway 最简单的上 freeway， 对不对？这样靠高速公路其实最简单，叫主赶快一上来要注意看左边了啊，看着看哪里能够插进去啊，哪里能够插进去就是你要进的地方啊，看好，非常好，进去马上。OK， 如果你有紧急的时候没有办法的话，你能够慢下来，可是不能停住，除非是左边的这个道停下来了，那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停，懂我意思？那你这边在开的时候不能够超过55迈啊，记得了。Temple， let's exit at Temple， 来 ，Temple 出口啊，来 make a right turn， 好 ，Temple 要出口了。你不要那么慢，要靠出来。记得你是在卡车嘛，对不对？你也不要那么慢，这边有很长的路嘛，对不对？好，来注意看你的速度了。它上面刚才写多少？45。呀 ，45 嘛，那你应该开多少？40。好，那慢下来，记得前面是红灯嘛，对不对 ？All right, at the signal, you're gonna make a left.记得这个是在斜坡哈，等一下要注意了哈，这个在稍微的斜坡，你要到 DMV 那边去绕一下哈，多绕一点，这样的话就会了解开车的情况啊，就是那边要哪里要左拐，哪里要右拐，懂我意思啊？要知道去那边看一下。哎呦喂呀，你不要那样子停嘛，慢点，你注意看到没有？你那边绿灯有没有亮着？有没有绿灯亮着？那个是什么 ？Emergency brake， 难怪那个边有问题。你一定要按着上面嘛。哎呀，不要那个弄下来嘛。刹车辅助开了。不可以了，你一直在开的那个。没有，我不知道，我都没开，没动着。你要看啊，你怎么不知道呢？对你卡车不懂的话不行的，那怎么出来开车啊？靠右边，靠右边。啊，在右线 ，OK， 靠右线 ，OK， 记得了，学生，不可以，那个绿灯不可以亮，这个一定要上去啊，这个一定要上去 ，OK， 那是 engine brake， 就是隐形刹车，你放下来的话，它就隐形刹车了。喂，前面，你看你的速度，看到没有？你开得太快了，注意了啊，前面来走。记得我们是卡车，卡车它停的话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停下来，所以在卡车记得了，自动车就是这台自动车呢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太快啊，所以要记得啊。好，来，我们这边再直走啊，你看你们要这不要那么近，然后在那里要刹，还开了40，速度太快了，还在跟那么近，要注意了哈，要提早慢哈，提早减速。他们这边前面的车子已经是在红灯的时候，车后红的话，你就代表他们前面一定是有停嘛，啊，就要注意。而且我们在右线呢，很多会在右拐。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些，看到没有？这绿灯已经绿灯很久了，你要注意一下了哈。如果经过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对了，不可以超过去，像他们这样车子哈，那样超过去就挂掉了哈。如果是绿黄灯，要当作是红灯，记得了哈，一定要停下来啊，不可以超过去。因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车厢，
当你一过去的时候，一到中间它已经红灯了，你就挂掉了啊。就这种东西，不管你开得多好，整个车程只要因为是红灯你这样超过去就挂了，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红绿灯这种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记得了，就是我们是希望它是红灯，提前红灯。为什么？这我们就有准备。对，第一准备，第二呢就是早一点预备能够停下来。对对对，早点慢。对不对？早点慢，而且Q time 我们叫做 Q time， 就是这个就是浪费他的时间嘛，对不对？早一点回去，对不对？啊，这个慢就是不会犯错，对不对？停在这里不会犯错。All right, at the signal make a right， 啊，就是红绿灯这里右拐，啊，记得了，我们接下来这边要经过火车道，啊，火车道一定会要经过的，啊，一定要经过情况下几样东西要注意的哈，啊，第一。它绿灯了，对不对？如果有行人在走的话，你一定要停在这边啊，不可以动啊。那如果这情况没有行人走，你要左看右看，记得两边都要看啊，看完再转，懂我意思？不可以停下来转，赶快转啊！经过火车道的时候不可以停下来啊。那转完了以后，记得哎，非常好啊，注意了，不可以碰到边啊。好 ，very good 啊。所以你要在开的时候要一个路一条街之前要看那个红绿灯的，对不对？要注意看的红绿灯了啊。所以几样东西要注意的，经过火车道的时候，第一有没有行人啊，第二你在那个经过的时候不可以慢下来了啊，经过火车道之前可以慢下来，可是一要经过火车道的时候不能踩刹车了，你看到没有？哎呀，好，这个至少还有控制到，非常好，非常警惕。虽然有点紧，可是至少比你挂了好吧？是，是不是？啊，好，所以要注意嘛哈，看注意你的速度，然后自己要去准备啊。好。美国这边就是非常注意这些交通规则啊，一定要跟着交通规则走，不像国内那样子，就是红绿灯只是一个概念，呵呵，只是一个放的好看，是不是？不过啊，国内现在发的也非常厉害，对，也不敢了，也不敢，有在变动了，是不是？有在往这个。规则也是要比较严格，是的。那可是红包也是塞的很多，是啊，那就是同样的，这是没用没辙。这边可不能塞红包哈，你塞红包可是大罪了啊，你一定会去监牢的哈，所以不可以塞红包的，美国不可以那样做哈，所以这个差别的地方哈。OK， what does the sign say？经过的上一次讲了什么？往直走，没有叫你停下来。哎呀 ，What does the sign say？ 就是那个刚才标志写了什么 ？Sign 就是那个标志啊。What does the sign say？Say 就是写的是什么 ？Sign 就是标志 ，Say 就是写的什么 ？45。对 ，45， speed limit 45嘛，对不对？看着红灯嘛，慢下来了，你还在开四十，你要哎呀，你真的是，一直讲话就听不到，就不能够分心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开车要注意？看到没有？注意前面啊，在经过火车，在经过的时候不可以换线啊，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不能换线，这边再换线啊，记得赶快换啊。对了，非常好。好，来，对，换完了以后马上换回来，非常好。对了，
好，来，我们直走哈。经过十字路口要左看右看啊，记得啊，因为别忘了，虽然我们是有这个权利往直走，可是我们要注意车的情况啊，该怎么就是有没有人闯红灯啊，或者有人跑出来啊，什么这些情况，对不对？所以你都要去注意周围啊，就是意思呢，我们要做一个 defensive driver， 就是我们要这个手啊挡住了这个叫注意别人的司机啊，要注意情况路况啊，这些都要注意，这样怎么开，这样子好吗？ OK OK， 嗯， very good。 好，今天说的蛮多了，考也差不多了，回家了啊，现在回去院子哈。好的，我们在这边呢继续走。好，来，我们这边呢就是今天你开的非常好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今天所讲的东西呢，要记得回去再多看啊，多看路况。我们到时候会在别个视频呢再讲一下其他的东西，在开车路况的情况啊。下一次好 ，OK， all right， 右拐的地方 ，at the signal you're gonna make a right。现在要回去我们的院子了啊。那个 right， 好，记得要看了哈，左看右看啊，慢，速度要慢下来，速度要到多少？八迈哈，记得了。好，这边最大的 difference， 开小车跟大车的 difference， 的差别就是红绿灯一定要停着啊，不可以走啊。走的话，因为我们转弯的地方比较大，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哈。好，这边大船，好，注意了，好，在后面底下的地方，哎呀，漂亮，非常好，好，转过来，嗯，就是这样的转，非常好，好，来，我们院子的地方就在左边呢，啊，这新院子呢，他们现在还在那个装修。接下来以后呢，会有灯墙啊，这些都在做，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稍微乱一点啊。来这边啊，这里院子这里，所以以后会更好啊。现在是比较稍微这个政府速度非常慢，所以没办法，所以等到这边整个弄好会非常漂亮。 OK， 好，就这样子了，拜拜。